一队组合人越多，要顾忌嘅嘢都越多，就连幕后人员做嘢都非常小心，最惊俾人话大细超一万。好似同 Mira 合作无间嘅音乐人 Eric Chan， 今日去咗商台接受访问，佢都话监制团歌嗰阵会特别注意噶。而我哋其实每一次咧都叫做好小心嘅，嗯，而个小心嗰样嘢，你偏心啊姜涛，系，但系其实咧。我都之前有提過，姜濤有時會行先多啲咧。咁嗰句歌詞真係好啱佢咁樣，啱佢嗰把聲唱，係啱佢把聲唱。個歌詞嘅內容亦都可能有佢嘅性格。Eric Chan 仲講咗唔少幫成員製作 solo 歌嘅事，好似同 Anson Lau 做《一所原命》嗰陣，大家都係喺試驗當中打造出呢首 Hong Kong Pop 嘅歌。而 Maggie Hit 都希望大家對教主嘅焦點重新放翻喺跳唱方面，所以歌本身一定要易記入腦。佢都係喺全世界收集唔少 demo 先做到呢首歌出嚟。至於 E 人 ，Eric Chan 就話佢係一個好特別嘅人。佢係咧，好似一個人咧揾張棉胎笠住咗自己咁樣。即係佢保護自己。保護得。咁但係佢做歌咧，佢又會唔會係主動好多意見係點嘅？佢就係同姜濤相反啦。佢有好多意見，但佢未必會出聲。即係你要係去 extract 出嚟嘅，即係好似慢慢擠佢少少，係擠佢少少，跟住去從啲蛛絲馬跡去啊！你係咪想咁啊？係咪想咁啊？咁佢就會話俾你聽啦。係啦，依家 Mira 發展得咁好，忙就緊噶啦。但忙得嚟各方面工作都兼顧到，又點會唔令人佩服啊？其實我真係好佩服佢哋。雖然他們確實會來到有時候呢會是比較上硬的時間，但是呢他們一錄歌裡面呢，我們通常都不會就他說、啊、你今天很累錄少一點，通常都很專業地就四五個小時就照樣完成他。 Mira 能夠有今天的成就都是用努力賺回來，不過博還博都要好好休息啊。